三藩市華埠有一個地方適合一家大細同埋好朋友度過一個開心愉快嘅星期六，就係喺5月4日金美倫堂舉辦嘅第71屆嘉年華會。當日從早上11點到下午7點，大家可以享受到豐盛嘅美食、超值嘅購物、各種遊戲，例如跳彈床、遊走迷宮同掟落水。地址係沙家面道街920號，約定你哋5月4日喺金美倫堂嘉年華會見啦！